好，今日同大家介绍一款新游戏，叫做数字炸弹，是一款专为两岁至十二岁的小朋友而设嘅。游戏配件包括110块有加减算式的彩色积木，总共有5种颜色噶，仲有80张同数学有关的功能卡牌。游戏玩家就是要轮流出积木牌，最快出晒手头上积木牌的人就会胜出噶啦。而功能卡牌的作用就是可以令到自己出多啲积木牌，或者罚对手摸多啲积木牌。平时要小朋友做数学题可能好乏味，不过只要将数学融入游戏当中，小朋友为咗增胜，必定会更加乐意去做噶。80张功能卡牌包括不同程度的数学课题，包括单双数、数字组合、加减乘除运算、公因数、公倍数等等。为了令更多不同年龄的小朋友可以参与游戏，功能卡牌还设有颜色分类的题目。在每次游戏开始之前，大家都可以因应参加者的数学程度，一起去拣选哪一些程度的功能卡牌可供使用。所以这个绝对是 100% 专为小朋友游戏中学习数学的游戏来的。